爱的同学生许都学哦，那这次是我们发展的我们许都学，以及我们学校文化创意基金会我们骆执行长，还有我们东元国小的玉金校长，然后我们东元国小美队会的谢文典谢会长，以及我们古亭国中美术课程委员会的周建峰周会长哦周组长，还有我们敬爱的美术老师我们新叶，然后我们嘉迪，还有我们敬爱的我们培训主任，还有我们各位同学们。还有我们今天专业的讲师，我们徐老师跟阿陆老师，大家好，校长们好，各位同学，你们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幸福，因为今天我们来到这个会场的时候，刚好遇到你们的学长姐，他们是参加，不是开玩笑的，古亭跟学学文化创意基金会课程合作第一期结业班的学员哦，他们走过南机场的影像摄影，他们也走过南海植物园。透过积木去做空间的创意的一个展现，而今天你们是第三期的学员，第三期的学员呢，透过身临其境，也是透过我们讲肢体动态，结合我们的水墨书法，期待让各位同学在想象力的延展上面，可以无远佛界，可以有更多更多不同的形式做一个呈现。所以这边呢，也要特别感谢我们学学文化创意基金会给我们古亭国中这个机会，也谢谢我们教育局以及我们各位师长们的投入。那祝福大家。这几天的课程学习满满，我们礼拜六内湖学学文化创意基金会总部见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